这里东西不错，是吗？我经常到这儿。满意吗？真的吗？是啊，这里环境。所以今天带你来尝尝吧。上菜。啊，你的餐点。两位，请两位慢用。菜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好香啊！老板，哎，你这店的口味从来没换过，今天怎么做出这么香气十足的料理啊？您换新厨师了？我这个……没错，我是这里的新厨师。 这汉堡是我刚才研发的新口味，你们俩很幸运，拔得头筹尝鲜了。哦，这是孜然芝麻酱，蘸生菜吃或者抹在汉堡上都可以的。两位不妨试试看，这在外头可是吃不到的。好，嗯，真好吃，嗯，真的很好吃，是啊，有一股特殊的香气，爽口不腻啊。嗯，我再给两位一点建议，吃重口味的食物。 可以用蘸酱做出一点变化，才可以吃出有层次的味道。我还有一瓶陈皮玫瑰酱，待会儿给两位送上，请慢用。好，谢谢。大厨师，你不仅手艺一流，人也长得这么帅，又有一颗体贴客人的心，餐厅老板能找到你啊，可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啊！谢谢。老板，哎，我们这里要两个相同的汉堡。好，好，嗯，稍等，稍等啊。各位，我向大家隆重介绍。 这位帅哥厨师，他是我从新加坡重金聘请回来，为各位服务的。希望大家慢慢品尝，由我们这位名厨为大家料理的各类美味佳肴。啊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啊！好，帅哥，你的餐点马上来了，两位请慢用。您的菜马上就来了啊！好的。哎，平安。是。啊，我啊，真是没看走眼，找对人了。依我看呐。 一定是料理界的明日之星啊！老板，你过奖了。我只是在认真工作而已。哎，本来我还质疑你的口味，现在看来大家都很喜欢，看来我的这块金字招牌就靠你来擦亮了。谢谢你这么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尽全力的。哎，平安呐，我还想跟你商量个事啊。什么事啊？那你看是这样，你的薪水呢，我会按照。 你的想法来调整，你呢就好好在这工作。为了让你更安心，我想啊，我们应该签一个长期的契约，也能保障你的工作权益。你看怎么样啊？老板，你的好意我非常感谢，不过我才刚来这工作没两天，你可以再观察我一阵子，别那么冲动做决定。签约的事不急，可以慢慢来。年轻人，你真踏实，好，就按你说的。要记住，你是。 先坐下，不要动啊。好了没有啊？啊，不着急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别乱动。快一点嘛。 清泉倒映在我的心中，叔叔，太美了。
叔叔，好了没啊？哦，画好了。有虫子咬我。真的吗？哎，来来来，把这画给我。这边吧。嗯。好点了吗？还有这儿。我那画已经画好了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好棒哦，好棒！你好厉害啊！菲菲菲菲，是因为菲菲长得漂亮，所以我才画的这么漂亮。不对，是你画得很漂亮。不，菲菲没那么漂亮。菲菲漂亮，菲菲漂亮。你真的画得好棒哦，好棒哦！真的，嗯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真的。老天哪，这么多年终于有人欣赏我的画了。菲菲，哎，菲菲，像你这么纯洁天真的女人应该有一个人好好珍惜你才对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又想起平安的父亲了？是不是？你说，那平安的父亲为什么撇下你们母子不管？没有，他没有要抛弃我们，是我们搬家了，威廉才找不到我，所以我也找不到他。哎，那你跟平安的父亲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威廉，他来新加坡读书。威廉爱我，我也爱他。可是，他要回中国去。他给我这个，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我。那平安呢？他知道有平安这个孩子吗？不知道。哎呀，哎，不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哪天我要是碰到这个人，我肯定好好修理这个负心汉。我就不可以，威廉是好人，不可以修理他。他这样。还算好，好人。菲菲啊，我只是劝你啊，你把他忘了吧。那句话说得很对，天涯何处无芳草。况且，有一个好男人正在你面前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你应该忘掉过去，珍惜现在，这样的生活才有意义，对不对？好男人就是威廉啊！别那么死心眼儿好不好？生活还得继续，你说生活要过得快乐一些，快乐一些，对不对？要快乐的过日子。对呀。要快乐。对呀。你也要快乐。你这样我能快乐得起来吗？哎，你等我一下。哎呀，这钱呢都快用光了，都怪那个雨乔害得大志没有考上会计师，吃饭的资本没了。哦，现在好了，非要嫁进来。
家里又多了一个吃闲饭的人，这日子没法过。佩云呐，孩子结婚是好事儿，你干嘛愁眉苦脸的？我能不愁吗？好不容易存点钱，准备年底还债，这么一来可好了，通通都得拿出来了。没事儿，婚礼上面呢，简单一点，只要喜庆就好了。再说啊，咱们家那个经济情况，亲朋好友都知道的。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，我才不能让人给看扁了呀。哼，哎呀，量力而为吧。毕竟呢，孩子们结婚之后，很多现实问题得需要他们自己去解决。再说了，将来他们有了宝宝之后啊，那花钱的地方可多着呢。啊，对啊，妈，爸说的没错。这个我们大智呢，也经常说我是个特别淳朴的女孩，婚礼呢节俭一点就好了，我不会计较的，妈。行行，得了得了，少在那王婆卖瓜了。俗话说得好，有其母必有其女，你那个势利眼的妈一点都不淳朴，我可不想在婚礼上被她说风凉话。佩云呢，这都快成亲家了，少说两句吧。嗯，妈妈，哎，你怎么在家呢？你怎么在医院照顾大智啊？哦，我回来帮他拿换洗衣服的。那还不赶紧去啊？哦，你把大智给我照顾好了。去吧去吧啊！回来啦，哎！你看，都回来了，不懂事。回来啦，舅舅，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你们看，叔叔帮我画的画，漂不漂亮啊？嗯，真漂亮，很漂亮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好久没画了。有点生疏，见笑见笑。王勇啊，哎，见笑啊，好久没见你这么开心了。怎么了，王勇？红鸾心动了？姐，瞎说什么呢？哎呦，是啊，我瞎说啊，我自己儿子的事儿都忙不过来了，我才懒得管你呢。阿姨，阿姨你好，你好，你不记得我了？你是谁啊？我是雨乔啊，我们之前见过的，我是周雨辰的妹妹。你是雨辰的妹妹？对啊，雨辰是你的姐姐啊。她很坏心肠，她不要平安，还平安痛苦，还害平安受了伤。阿姨，阿姨，你别生气。我姐她从小个性就很强，而且我又管不了她，那怎么办呢？要不我替我姐给你道个歉好不好？你别生气，别难过啊！对不起，阿姨，阿姨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！这雨乔是雨乔，雨辰是雨辰，这孩子可好？是是是，是啊是啊，哎，真的。是啊，菲菲，阿姨，对不起，你别生气了。我知道了。他说话比雨辰有礼貌多了，那他看起来比雨辰要乖。那好吧，我决定原谅你了。真的吗？谢谢阿姨。我也觉得我很乖，其实大家都这么认为的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妈？哎呀，乖什么乖呀？没看见我这两天都累成什么样了吗？又要上医院照顾大智，还要帮你们买一些结婚用的东西。哎，我说你们结个婚怎么这么多的麻烦呢？姨妈，我帮你按摩啊。我可以帮你去买，可是你要牵着我，不然我会迷路的。好啊好啊，谢谢菲菲阿姨。妈，你可以休息啦。哎呀，得了吧，就你们两个，两个人都不及时，别全都给弄丢了。你说话别这么刻薄好不好？你跟人家菲菲学学，人家是心里单纯嘛，人家会快乐，那周围的人也会快乐。是啊是啊。你倒好，你看把我姐夫弄的，天天弄得跟丢了钱似的。姐夫，什么意思？我就随便说说。哎，所以我就说，周围的人都会快乐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的道理？对不对？是是是。哎呦，你姐夫单纯，人家单纯。是啊，又给人家画像，又巴结讨好的。还把你姐姐跟人家比来比去的，你怎么着？你想怎么着？你想怎么样啊？你不是这样，姐，你跟菲菲一样，都是一枝花。舅舅，还有我呢。哎，三枝。妈，我也一枝花。哎，趁我这个今天心情好，我今天决定，我义务陪两位女士上街采购砍价。
怎么样？好，好，这还差不多。哎，姐，你什么呀？钱呢？回来再说。你要上街快一点嘛，快一点，好，你要上街快一点，来来来，小心点啊！上街了，省着点花。我看呢，慕容的真的是红鸾心动了。哟，你也看出来了？当然了。你看这大花的。哎呦，人家呢还不愿意承认呢。若玉。哎，伟凡。哎呦，我刚好要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哥哥与乔乔结婚了。是吗？他们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雨，终于要开花结果了。真希望两家的妈妈千万不要吵架，要好好的。你怎么了？啊，最近遇上点麻烦事。别吓我，遇到什么麻烦事了？之前不是和你说过，事务所在帮一个公司做一个破产重组的案子，我把所有钱都投进去了，可是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差错，全都赔了，还要罚款。我的执照也有可能被吊销，我现在手里一点流动资金都没有，所以你能不能借点钱给我？借钱？要多少钱啊？30万。30万？这么多钱啊？我们家现在也很缺钱。我知道挺为难你的，可是能找的人我都找了，实在没有别的办法。你也知道我这么做就是想多赚点钱，早一点把你娶回来，早一点和你组成一个幸福的家，早一点让你脱离这么痛苦的工作。我只是没想到会弄成这样。伟凡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一起努力，我可以试着帮你借一借。真的？嗯，谢谢，我知道你一定能帮我。我一想到你对我妈妈的孝心，对我哥哥的关怀，我就真的很感动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借的。你真好，若雨。等我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了，我会把钱尽快还给你的。还有，我一定努力的给你一个踏踏实实的家。你简直就是我的天使，我要让你知道，你对我的付出是值得的。子阳，我想我们还是分手吧。你说什么呀？这么轻易就要放弃？难道我们俩的感情这么经不住考验吗？我不同意分手，除非你不爱我了。我当然爱你啊，可是你们家我高攀不起。昨天你妈妈的态度让我很受伤，我妈因为这件事在家自责的都想自杀。事情弄到现在这个地步，就算我们母女俩去你家向你妈妈跪下道歉，也没有办法平息她的怒气的。玉晨，我不准你这么想，你听着，我的心只为你而跳动，就算是全世界的人都反对，我也一定要跟你结婚。我不要你为了我跟你妈妈闹翻，那罪名可就大了，不孝的罪名我可承担不起。子阳，要不我们请奶奶出面，让她劝劝你妈妈，会不会好一点啊？对呀，请奶奶出面。奶奶是我妈的克星，我妈这个人啊，从小到大谁都不怕，就是怕我奶奶。真的吗？嗯，奶奶从小亲生女儿就走失了，从此以后，奶奶就把我妈像亲生女儿一样看待，抚养她长大，给她最好的教育。我妈感激奶奶的养育之恩，所以啊，对她是千依百顺，从来不敢说半个不字。哎，雨辰，干脆我们现在就去找奶奶求救。
还是先去买一点礼物吧，两手空空的去多不礼貌呀。也对呀、啊，好。哎，奶奶喜欢什么呀？奶奶她这事情怎么搞成这样啊？我妈，她从小就没有受过什么教育，爸爸也死得早，她为了抚养我们两个姐妹长大，吃了不少苦头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们家半夜闯进了一个小偷，我妈她二话不说，拿起一把菜刀，把那小偷给吓跑了。她常常跟我们说，家里就三个女人，如果她再不强悍一点，我们会一辈子被人欺负的。妈妈为了养活我们两姐妹，尝尽了人情冷暖，这才养成了她好强不服输的性子。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，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奶奶，你也知道的，我妈这个人她不是个省油的灯，谁敢欺负到她头上啊？那倒是真的。所以啊，奶奶，就请你帮帮忙，给我们俩说说情，让我妈答应我们的婚事吧。奶奶，这是送给您的礼物。送我的礼物啊？什么啊？小两口早就有预谋了啊，连礼物都买好了。奶奶，这可是雨泉特意给您买的。哎，他跑了好多地方才选了这一只哦。哟，真漂亮。雨泉啊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款式啊？上次来奶奶家做客，看照片的时候发现的。你这孩子长得又聪明又漂亮，心还这么细、啊、哎，奶奶，这么好的孙媳妇儿，您还不赶快紧紧抓住？嗯，好不好吗？奶奶，好，明天我就上你家跟你妈说去。不过你们得答应我一个条件，结了婚以后马上给我生孙子。奶奶遵命，您放心，我跟雨辰一定努力，哎，让您多福多寿，儿孙满堂。嗯，好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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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下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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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好帅哦，帅吧？帅帅帅，真帅！没想到啊，帅，你这个书呆子，穿起西装来还真是人模人样的啊！什么书呆子？我们大志不呆，就是运气不太好。嗯，就是你才呆呢。我没说大志呆，我是说，不是说你这个，你最那个，最聪明，最孝顺，最帅，最帅最帅。谢谢。哎，你看，还是我们家菲菲了解我。你看菲菲说的每句话都说到我心里去了啊。耶，我们也耶，最帅。大志啊，你这孩子挺帅的。我们回来了，我又回来了啊，回来了，快坐快坐，大家坐坐坐。发表一下意见嘛，帅不帅啊？啊，帅，连气质都变了啊。大志，你很有我当年会计师的风范啊。谢谢。你肯定比他帅。嗯。哦，对了，伟凡，我能不能请你和若愚去我们的婚礼，然后做我们的伴郎和伴娘？什么叫能不能啊？把不能去了，一个字儿，能，绝对没问题。正好啊，我跟若愚也实习一下，接下来就轮到我们俩了，够意思。不行，他们俩不行。啊、怎么不行了？我妈妈不同意，我妈妈要让我姐跟她的男朋友来当伴郎伴娘。不行。平安知道的话会打起来的。会打架吗？啊，是啊，雨乔，平安他一直不知道雨辰移情别恋，他还以为雨辰离开他是他自己的错呢。啊，若雨，我觉得你分析的有道理。嗯，其实我觉得夏平安这个人真不错，你说怎么就让人给甩了呢？我觉得坏呢就坏在他性上，你知道吗？
夏平安，虾平安，再怎么平安也没用。哎，说什么？说什么呢你？还开玩笑呢，队长。你积点口德吧。哎，对对对，开玩笑，积点口德，太没口德了，真是的。看来平安是绝对不能去了。对呀，肯定不能去。最帅的，帅不帅？帅不帅？必须说帅！帅是帅，帅帅帅！有没有觉得我很帅啊？帅，是我儿子嘛。啊，姚夫人您好。你跑来干嘛？我是来特意向您道歉的。我知道，就算我有十张嘴，说上千万个对不起，也不能表达我心中的歉意。但是，求您看在两个年轻人相爱的份上，求您原谅我，消消气好吗？你突然这么低声下气，我还真是有点不太习惯。都怪我这张嘴，都怪我这张嘴，对不起，对不起了，求您原谅我。要是不原谅我，那我西雅贵求您原谅我。哎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还是走吧，我没时间应付你这种女人。姚夫人，您听我说嘛，雨辰真的跟我不一样，她懂事端庄大方，她不像我生的孩子。雨辰最大的缺点就是我这个妈了。我向您保证，我一定会改，我一定离雨辰和子阳的生活远远的，绝不打扰他们俩的生活。如果您不相信，可以签一个婚前协议书，我向您保证，万一小两口以后闹离婚，雨辰绝不向子阳要一毛钱的赡养费，要不然我跟雨辰脱离母女关系，可以吗？你这人真是奇怪啊！谁说我们家子阳非娶你家女儿不可了？哦，不是这样说的，我的意思是……好了，你走吧，不要因为我让他们俩在一起。走啊，姚夫人，姚夫人。妈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奶奶，我是来给姚夫人道歉的，可是没进门就被赶出来了。奶奶，好，你们在这儿等一会儿，我进去跟你妈谈谈，一会儿你们再进来。好，谢谢奶奶。雨辰，妈是真心实意来道歉的。你再敲，你再敲，我就马上去报警。夫人，夫人，请，请。夫人，你怎么突然跑来了？有什么事情你就交代一声。坐坐。请喝茶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子阳把你给请过来的，对不对啊？你呀，从小就聪明，什么事都瞒不过你。那就听我一句话，别跟雨辰他妈计较了。这谁不会犯错呀？人家也登门给你道歉了，不是吗？哎呀，夫人，你不知道，雨辰他那个妈简直是粗俗到了极点。这将来跟他成了亲家，他不晓得还会闹出多少笑话来，多丢人呐！仲瑜，不要抓着别人一点错往死里打，谁都会犯错。你看你从小到大犯了多少错呀？又爱顶嘴，又乱发脾气，我不都原谅你了吗？你这长大以后到餐厅上班，自以为聪明，决策上也犯了很大的错误。我跟董事长不都原谅你了吗？也包容你呀。再说子阳，一向游戏人生。这女朋友一个接一个换，现在好不容易安定下来，你该感到高兴不是吗？
仲瑜，你想想看你自己的婚姻生活，当初浩谦不想结婚，你硬逼着他娶你，结果呢，还苦了自己。难道你希望自己儿子婚姻生活也过得不幸福吗？往好处想想，这不好的婚姻不要一直复制，代代相传，听妈的话好吗？我好了，进来吧。你也进来啊，可以吗？妈，伯母，好了，过去就过去了。以后啊，你自己注意你自己这张嘴。一定一定，我一定啊，谨记教训，再也不乱说话了。妈，你同意我跟雨辰结婚了？先订婚吧。妈，我就知道你是全天底下最疼我、最爱我的妈妈。谢谢伯母。哦，奶奶，这次可真要多谢谢您了。亲一个。你别高兴得太早，我告诉你，结了婚以后你要是欺负雨辰，我可不饶你。奶奶还没结婚呢，您这么快已经偏向雨辰了？我就是喜欢雨辰啊，要不然我会为你跑这一趟？啊，奶奶，那结了婚雨辰要是欺负我的话，你会不会也这样帮助我呀？那肯定是你的错。你活该。奶奶。奶奶，你真是个好人，真是个活菩萨，谢谢您了，谢谢您了，也谢谢你了。下面有请新郎新娘入场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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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李大志先生，你愿意娶周雨乔小姐为妻吗？嘿嘿嘿，我愿意。周雨乔小姐，你愿意嫁给李大志先生吗？嘿嘿，我愿意。那现在交换戒指吧。哎呀，幸福死了！周雨乔，快下来！啊，你姐有好消息呢。什么好消息啊？真的，姐你真的要订婚了？嗯，太棒了！那咱们家就是双喜临门了，耶！太好了。呀，惨了！怎么了？什么惨了？刚说咱们家双喜临门，怎么又惨了？不是，就是我姐订婚这件事吧。不太妙。到底怎么了？你说清楚啊。就是我在大志家吧，看见了你那个前男友还有他妈妈。你是说平安呐？啊，若愚说他们无家可归，又要流落街头了，看他们可怜，就留在家里住了。他们没有回新加坡吗？没有。明明分手了，他们还不打道回府，竟然沦落到寄宿到人家家里的下场。亏了你脑子清醒，早就摆脱了他们。我们两家住得这么近，进出门难免会遇到，我怕子阳撞见。糟了，明天雨乔婚礼，夏平儿要是碰到子阳说些不得体的话，那多尴尬呀。要是子阳误会到你，那可怎么办呢？没事妈，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。明天不是我婚礼吗？我保证不会让夏平安和他妈妈出现在我婚礼上，这样不就行了吗？那就好。雨辰呐，你为
为什么那么怕夏平安呢？不就是交往过一阵子吗？谁还没有点过去啊？难道非嫁给他不成？雨乔啊，结婚以后就不能像现在这么自由了，尤其是你要嫁到李家去，凡事啊要多为自己打算，知道吗？没事啊，我只要天天跟大志在一起，这个自不自由的嘛无所谓啊。你呀就是没脑子又没有心眼儿，不是妈妈没提醒你啊，嫁过去被欺负可别回来诉苦。不会的，我明天就要结婚了，我只要天天跟大志待在一起，我光想着就已经好幸福了，幸福死我了。好困呢，困了就赶紧去睡，以后可没那么多好觉睡了。雨辰，你也早点睡吧。夏平啊，你不是已经走了？你为什么还要回来呢？一定会来的，恭喜恭喜！来了啊！哎，谢谢谢谢！哎，恭喜您！谢谢谢谢，里面请啊！哎呦，听听啊！这餐厅什么档次啊？再穷也要撑撑场面嘛！这么多家餐厅。干嘛不选一间好点的？那花都是假的，待会儿吃的东西不会也是假的吧？这花虽然是假的呀，它起码还是个花。倒是有些人假模假样，心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别说了，这播客都看着呢。静雯，恭喜恭喜啊！儿子当上会计师了吧？是啊，都是托您的福，真好。哎，里面坐，里面坐，好，里面请，里面请啊。看什么看呢？没听人说过撑场面的话呀？你别经常说，那撑场面的事儿你怎么不会做呀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那位好妈妈。一会儿就要正式成为亲家了，就不要在这儿斗嘴了嘛。对呀，妈，要不然里边先坐会儿。你叫谁妈呢？你妈在这儿。有些人最多叫声丈母娘得了。哦哦，那丈母娘先进去坐会儿吧。谁稀罕当你妈呀？啊，我丈母娘是不是生气了？看上去好像是有点。生气就生气呗，他本来就是个小气鬼。妈，别说了，客人都等着呢，赶紧进去吧。哎，是啊是啊，快进去吧。走吧走吧，进去快进去啊。哎，我们今天的结婚庆典马上就要开始了，首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林伟凡，是新郎李大志的妹妹李若愚的男朋友。那今天呢，我非常荣幸代表我们的双方父母向在座的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，谢谢大家。谢谢谢谢。李大志先生和周雨乔小姐的结婚典礼正式开始。在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，我相信两位新人一定有很多话要说，两位派个代表说一下。我很高兴，我终于娶到雨乔了，我终于娶到老婆了。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我们的伴郎和伴娘。首先带出他们的姓，让他们交换彼此的这一份真爱。有请。好，那首先呢，是我们的新郎为新娘戴上了一枚钻戒，象征着特别纯洁的爱情。
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的新娘为我们的新郎带上他的新物。请大家祝福这位新人，也谢谢我们的伴郎伴娘，谢谢。啊，看来我们的新郎为了追求我们的新娘，下足了老本啊！这是一克拉的钻戒，哦，伊拉克的钻戒是吧？好好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流程啊。雨辰，你怎么了？雨辰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了？我不太舒服。雨辰，在这个时候有事儿呢？可能是因为这两天没有睡好，再加上有点贫血。没事的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哈哈，没事没事啊，还一点小状况。那我们继续举行婚礼。好，雨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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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怎么结婚呢？真冲动！妈，我马上送他去医院。若雨，跟我一块去。哦，好。